动，在森林模式里面有一个，那在森林模式里面有一个静音模式，没什么。那在森林设定里面有一个静音模式，这很正常。但是静音模式下面有一个静音的模式，下面所有的媒体也会变成静音，这个功能很好用诶，这个从来没有看到其他的手机有这个功能。那到声音设定里面有看到静音模式，这没什么。但是静音模式下面有一个静音模式之下，所有的声音全部都静音。像是你在静音模式，你还是可以播放影片，然后开声音嘛。但有的时候你可能到一个会议里面，然后你可能要偷懒看一个影片，结果音。在声音设定里面有一个静音模式，这没什么。但是静音模式下面有一个，这个设定真的是超赞，我从来没有看到其他手机有。就是静音模式下面所有的媒体都会变成静音，像是你静音模式，你还是可以看 YouTube，然后可以开声音嘛。但是你如果把这个设定打开，你的所有东西都不会有声音，这真的超赞。像是你要去一个很重要的会议，然后你想要偷懒一下看一下 YouTube，结果你的声音开到了100%，整个大家就这样。哇塞，谁在看影片？这样子很尴尬。那所以这个模式把它打开，你只要开了静音模式，你永远就是静音模式，不会有任何声音。这真是超赞的！哇塞。